来到最资深新人黄子佼的同乐会，26号佼哥举办出道30年来首场售票演唱会。除了演艺圈各大亲朋好友张清芳、小燕姐、朴学亮，还有亲亲女友孟耿如等人到场力挺，现场更被众多天王天后送来的花篮挤爆，让他忍不住说：“欢迎来到华山花市。今天这个如果离开前呢需要一点鲜花的话，我们无限量供应。”当然我也很纳闷，这些名人宁可花钱买花不愿花钱买票的原因是什么？每一盆花都比票贵。在此郑重呼吁各大花店要买我的专辑回馈一下今天的夜晚。只能说哥的人缘就是好，而焦哥今天的任务除了好好唱歌之外，听说他还想找回混血初恋，不过回忆没找到，反而来了个女生。焦哥好，大家好。嘿，焦哥，哇，好感动！原来你是5岁的小爱神啊。那么焦哥5岁就唱爱神了。那么焦哥的粉丝们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崔台之，我是崔台之。都说是后浪推前浪，焦哥不是普通的后浪，焦哥是海啸来着。今天是焦哥的大日子，非常恭喜焦哥！下次要办演唱会，我们一起唱爱神哦。哎呀，这次没等到崔姐，我们可还有耿如女友的甜蜜合唱呢。我不需要爱情，谁唱谁搞，只要爱和我一起到老。滴答滴答滴答答答，你就是我幸福里道。谢谢神秘嘉宾啊，孟耿如姐姐。她在将练歌的时候，真的都把刘以豪的部分练起来，所以我特别想说，也许有机会邀请她，谢谢她的大方，谢谢，爱你哦。这甜蜜大告白，犯规无极限呐、啊！现在你和耿如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神圣。你愿意生死苦乐，永远和她在一起，爱是她，拯救她，安慰她，抱着她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。你愿意这样做吗 ？Yes。Oh, oh, oh.